爹，宝儿，我都多大了，咋还叫宝儿呢？有那点功夫，干点啥不行？你真以为那画能看出胖小子来呢？能，我娘说能。就是你娘说，那画都挂了五年了，再来个丫头片子也没生出来。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我是二狗，你咋不到邻村打听打听，看是谁家的娃？这邻村好几家呢，你让我上哪打听？新朝咋弄？拉咱村叫啥事？把娃他别人娃家还急着找娃呢，出啥事了？哦，不知道谁家的娃，是二狗在村口捡的。这八成是饿晕的。爹，哎，你是村长，拿个主意。要不大伙儿看看谁想养下，等收成好了再给大家布点口粮啊。我都俩丫头片子了，这要是个男娃我还真领回去。二狗，你捡来你咋不领家去？我媳妇都快生了。你看我干啥？我家的肥水向来不流外人田。就是二狗，咱村的日子过得多紧啊，把吃天饭的给捡了。啊，心眼儿是不是又犯软了？哎，这都是命啊。你说这苦命娃子咋都让我碰上呢？我说你别再犯糊涂了，这辈子还想你不够苦啊。人呐，咋过都是一辈子，多吃苦少吃苦能咋的？我就是寻思不透，你这心里到底想的是啥？我这辈子不是啥事儿，可我知道一个理儿，人不能见死不救。我看你是想娃想疯了，哪来的娃呀？快走！那不是个活娃，是啥？爹，这娃呀，怪可怜的，二姑捡来的。那他咋不领回家呢？爹，咱家又不是孤儿院。等娃醒了，问清楚了再说。啊！好了好了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快睡！我咋这么倒霉呢？生着你们这群兔小子，一个丫头也生不出来。丫头，丫头有啥好的？今天那个野娃子倒是个丫头，不还是没人要？宝珠爹也不知道咋想的，他肯定是嫌香草不剩，才把那丫头领回去的。行了，咱闲事咱也不管，管好了三个儿子就行了。干啥呀？要是那娃醒了赖着不走咋办？那我咋知道？哎呀，这钱一扎。不怕，不怕。
别怕，别怕啊！你看，爷爷把风车给你弄好了，哎，孩子，别怕，啊，不怕，饿了吧？吃，哎，慢慢吃啊。